拍。人也比较多哦。哎呀，对啊，对啊，哦、这个是人家要分享的，吓死人！后面全部都是。哎，你家有地方养吗？我像没有。有地方养吗？它挂在墙上。哦，你不知道它在很有名，它在网络花坛。不要拍人，拍花哈。对，网络花坛的作品区啊。叫做什么？把我像的春天、啊，把我像的春天，超有名。好夸张哦。谢谢啦。今天的光线好差哦。所以这样子很不好拍。顺便把我这一个也装。对对对对，就放一起。哎，我好像有一个那个呢。哎，台中的花墟你没有去吗？有啊。哦，那个也是很热闹。来，给你。我喜欢养花嘛，所以我想说。然后后来他桌上摆了一些烂叶子，我说你们没有人要，需要什么先做？要多水，一定要晒太阳。他喜欢晒太阳，绝对要晒。放在阳台，对对，100块，一百块，这样就会开了，这样就会开了，5万就。狗牌子在这里，找到我的狗牌子了。
哦、喔。对，可不可以你有跟他讲吗？那个小丽有寄东西给他，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送？好啊，到时候再麻烦。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，对，欸、有啦，他应该会来啊。对，我在网络上，因为我没有他的私下联络方式。这样子、喔，我因为要睡了睡了，上面跟他讲一下，然后请他交代。可惜你来太晚了，要不然我就叫你拿叶子了、啊、真的没关系啦，我刚刚都叫他快点拿快点拿，不着急了，我们来已经刚好时间了，已经算美梦，然后还在那边扫，不要紧啦，还有机会，高雄要办的，结果后来高雄又没办。我讨厌我的手，可以的吧，不要紧，没有了，都是他那些酒吧长出来刚好了，应该分解，我拍好了，你可以拍了，删好了。
你又在删来弄去的话，浪费你时间了。没有怕，怕我拍不到，就是我喜欢的。所以多拍几张啊。才几颗，一直有在问啊，我说没了。你应该下次带来的，这无聊这次那么抢手、啊，就很多人说，哦，我就是要买 K 六，他说他没交过来，为什么？你也是做蛮多的，不是吗？香味吗？没有，我要看他的名字，觉得最后面是那白色的，那个光鲜叶子，叶子香。
我失败了。哇，光在这边就香到底了。就这个，哎，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味道吗？是这个味道，这个味就是它。有闻到味道，就是它。现在闻到味道，香草。现在闻到味道了，有。白香盐呢、啊？柠檬的香。刚才那边就有在卖球根啊，我里面去没有？里面有啦，家里有种啦。啊？家里有种啦。有吗？我有种一颗。没开花、啊，所以来闻别人的。不是，我比较好奇。这个会，这有分类的，有啊，前面啊，一包100块啊。就这一种吗？对啊，对，白香盐。卖很大的那个。这个，我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将近二十个这么大的小球才100块。完了，因为它那个。老公载你来的是吧？没有，是连大哥去我家载我的。谁？我上班去。连大哥啊，就刚刚走过去那个。要想说你那么多，怎么载过来、啊？我们三个人载一桌，知道吗？以后都是我们三个人载一桌。真的？绝对不能用跟我们，谁都不能抢，就是我们三个人，知道吗？是不是？我就是陪抢，他们都是重八姑嘞，八姑。会有人在吵我，哦，真的很恐怖。刚刚那一堆人，真的很恐怖，因为他很会开，但是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这可以卖多少钱？哎，我的这一颗虽然好了，但是我还有出一点白色，正好也是我老公。老公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刚看到你有一个花，有紫色的，有粉红色，还有白色的。我说，我记得不知道我有这么丰富的一颗花，哪一颗？你看。像很好看，我说你看那个有没有更漂亮的？
丸子吧？对啊，我想要尝试一个。哎，有些想吃，怎么办？要选掉吗？好，再选一样。这还好像可以，再转。会吗？会吗？那旁边就蓝的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再可以再可以这样。那你什么模式啊？你拍一般的。那、啊、一般的一定不行啊。都是蓝色的啦。多一个。对不起。好好了，我要走了，真讨厌。啊、我在想到享受享受一下，把它拍成蓝色的乐趣。有没有紫色？就让我享受一下。好，蓝色。蓝色。啊，这高兴吗？漂亮啊，这个颜色。让你高兴吗？对啊，这蓝色漂亮，高丽菜妹。这是两个颜色，我比较黑，好喜欢。这个。古典玫瑰。对，你在推荐的那颗看起来超秀，就是开始打扮人花妆。对啊。我觉得生锈比较好看。不开，打不开。没有，是打不开，然后后来也没花包了。是哦。接下来就这样放着。冬菜啊。对啊，冬菜。就是十月啊。又开始了。那为什么人家都爆了？没有，为什么人家会爆，然后都是这样？这就是人家可以找朋友来打扮。不是，我都不管你，他在家里也是开了照片，没有很秀。我觉得是就是就是环境的问题。也是在开了很多。就是环境的问题，不晓得为什么。真讨厌。还有人不是蜜蜂也长大了？这颗是粉粉的，这一个，它不是我。中午请你吃饭。那我请你啊。坐高铁还来几位？坐高铁回来，人家已经上完课了。没有，还没去。这都是已经在玩的。老大怎么找？上班上户口找吗？对啊，那个。那个手机台网。对，那没有的话就是一个花色啊，搜寻的。没有花色，对，很像，类似，那都没有最。看一圈呐、啊。对啊，看很多圈。可以放大。有那么夸张吗？这个应该是我放的，但是。Thank you.
想太高了，就因为我的钻来啊，只能矮。我好干哦，好干哦。看，不是哦，我像我那颗，它那个还东西日照还没问题，它怕水。可是我现在中这样的光线可以吗？可以。这个中这样的光线它会大。我有一颗水，这么大。中它。那现在还不成气候。
真的拿来给我。